为去年惊喜宣布向女友陈婷妮求婚成功，让不少粉丝都相当期待两人的婚礼。事实上，原本预计婚礼将在今年秋天举行，不过根据身边有人透露说到，双方对于场地都有不同的想法，而追求完美的胡宇威也无法接受婚礼的当天有任何意外，所以还特地想了雨天备案。陈婷妮则会思考如果举办草皮婚礼，但新闻则会太多，让参与的亲朋好友不舒服。为了找舒适的场地，两人现在也都忙于工作，才导致婚礼的日期一直往后延。关于实际的婚礼进度，陈婷妮则向周刊透露说道，正在非常非常缓慢的进行中。Bye.